永乐 Palace is located in Yuncheng County, Yuncheng City, Shanxi Province. The murals in Yongle Palace are known as the Oriental Gallery and occupy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world art history. Today, let's follow Xi Zhoulong, head of the Yongle Palace Mural Preser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, to enjoy the exquisite mural art of Yongle Palace.我叫习九龙，是山西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的院长。自参加工作以来呢，我一直从事着文物保护工作。永乐宫的修建最早是在唐朝的时候，蒙元时期呢，在当时的垂杨关的基础上升格为宫，进行了全方位的扩建，形成了今天的规模。永乐宫的壁画呢，被誉为东方画廊，它代表着中国十三世纪壁画的巅峰水平，在世界的美术史上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整个的永乐宫的壁画面积呢，现在保存有1005.68平米，尤其是以咱们三清殿的壁画为重点。三清殿的壁画有430多平米，整个的壁画的人物的形象比咱们真人要大得多。它整个的上面有4米多高。那么咱们后面的垂杨殿、重阳殿的壁画呢，也是代表着13、14世纪民间的世俗风情的绘画，他们所体现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方面，对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，也被誉为元代的清明上河图。咱们都知道永乐宫的壁画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，是四官壁画。四官壁画呢，它后面是土坯层。那么在绘画的手法上呢，永乐宫的这一块呢，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宫壁画。永乐宫的壁画呢，以其恢宏磅礴的气势，还有文化的深度，以其艺术的构思和技巧，深受到广大海内外人士的关注。而永乐宫的价值还远远不止于壁画。